大家好，我是法国寿司哥，这是一条八公斤左右的一条三文鱼，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的剔一个鱼鳞。我们先把它的鱼头取下来，顺着它的鱼头的弧度推进去，刀斜回来，鱼头。剔一个三文鱼的鱼鳞的话，通常都是从尾巴的位置往前推，所以说我们按住刀轻轻的往前拉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剩余的部分剔一下。像肚子这一块的话，我们直接可以推上去。这样的话，这半边的话基本上干净，这里是已经鱼鳞被破坏掉的。现在我们翻过来，我们先拉一下刀。这样子的话，一条三文鱼的鱼鳞大致就是这样子已经完成了。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。